大家好，我是小花，一直在想究竟今年拍不拍 Grad Dinner 好呢，我怕太迟，但是你们不介意那我就拍了。一开始就当然要有一块很 clean 的面先啦。今次都是揀回一隻比較自然啲嘅 con， 你都唔想喺 grading 嗰陣射死人嘅隻眼。記得以前去 grading 見過有幾個女仔由黑人變白人，白人變黑人，所以最緊要揾啱一隻啱自己膚色嘅粉底。個人推薦就係 BB Cushion， 因為又易用又易上又透又薄啊嘛。若果你瑕疵比較多，又或者黑眼圈比較嚴重嘅話，就可以加埋遮瑕。我手上面呢一盒 Ipsa 可能未必個個學生都負擔得到，所以喺度要推薦一支就係叫做 Lovely 無瑕套。上 Instagram 嗰度打呢個 hashtag 咧，都一定揾到噶啦，大約$80一支到。用遮瑕膏遮曬你想遮嘅瑕疵位，啲斑斑啊、點點啊，甚至乎嘴角、鼻翼都可以遮噶。喂，唔好讲笑，跟住就系定妆啦。定妆系非常之重要噶。你知谢思燕大大话话都会搞你成晚，青春期嘅朋友仔你特别容易出油噶嘛，特别是系只眼，所以只眼可以先冚一层，跟住咧就再冚全面，尽可能喺画眉之前都攞个眉刷顺一顺翻你条眉先。想悭翻样化妆品钱嘅话，就可以攞啡色嘅眼影嚟画眉。如果你条眉黑到阿妈都唔认得嘅话，就可以攞眼眉膏令到条眉咧睇落去淋线啲。只要你有一盒化妆品系有啡色、珠光白色同埋红色嘅话，你系会悭翻好多化妆品钱嘅。咁首先咧就攞啡色咧就冚一冚成个眼盖先，跟住再攞深啡色嘅眼影咧就当眼线咁样画。眼影嗰条柄都唔好嘥咗佢，我哋可以攞条柄咧轻轻咁样将啲眼影咧向外一勾，就会有一个好自然嘅眼尾噶啦，悭翻眼线都唔使买。呢个 step 就好个人啫。如果你有其他颜色嘅眼线或者眼影嘅话，就可以将佢搽喺下眼尾。但都系嗰句，唔好咁重手啊吓。珠光白色搽喺我哋卧蚕嘅位置，将佢同埋我哋其他颜色 eyeshadow 咧，就用手指 blend 开。记住唔好咁重手啊，如果唔系咧，就会变109涉谷系嗰啲女仔噶啦。最后用有少少闪粉嘅浅色眼影就盖喺你嘅眼盖位置，然后就夹眼睫毛。夹眼睫毛是冇得教的，只要熟能生巧。Mascara time， 我个人嚟讲就唔系好建议黐假眼睫毛。若果你平时唔系戴惯戴熟嘅话，嗰晚好可能会吉住吉住，养下养下好唔舒服。所以尽可能都搽 mascara， 尽量自自然然咁就 OK 噶啦。就算真系要戴，都戴一啲软身少少噶啦。跟住你可以攞翻你嘅啡色出嚟，冇错就系打鼻影、打阴影。我哋可以喺个鼻嘅侧边上下上下咁样扫，记住唔好咁重手，你都唔想谢思燕出现阿梅噶。总之成块面你想凹落去嘅地方都可以搽少少啡色，而想突出嚟嘅地方啦，就梗系要搽珠光白色啦。唔好讲笑话，咁快就嚟到 ENG 就喺我哋笑出嚟突起嗰个地方扫少少就可以噶咯。擦完晒两边胭脂，咁咪可以扫晒全面，等成块面个感觉红润一点，冇咁青 BB。化妆初学者想上色又好用嘅话，就一定系唇膏笔，记住系唇膏蜡笔，润得嚟又实色。一支好嘅唇膏蜡笔系可以帮你悭翻 lip gloss 噶。我踩，我脱，冇错就系脱啲头发啦。其实谢思燕可以自己喺屋企简简单单 set 一个头嘅。首先就是要全头卷挛佢，然后就将啲头发拨向一边，好似啲 A B C 咁样咧，会瞓礼颈嗰啲咁嘅感觉咧。然后我哋俾个 V 字，唔系影相，系一叉叉落啲头发度。冇错，我哋要扮三手边。其实呢个咧之前我都教过噶啦，咁就系咧由前音啦，开始慢慢捉啲头发入去啦，一路扮扮扮扮扮，扮到去耳仔后面。呢个只要你卷挛咗头发喺屋企试多几次咧，就一定会成功噶啦。然后我哋就一夜叉上去，我夹。夹完之后就可以慢慢拉松翻啲音。另外一边我哋就不停咁样卷卷卷，将啲头发卷入去呢个漩涡嗰度，去到另外一边就攞橡筋扎住佢。咁当然大家都可以拣一条咧衬翻你条裙嘅橡筋，咁就会更加靓啦。最后我哋整翻啲酥酥出嚟，但系好似有啲唔妥喎，冇错。有好多朋友仔都会有呢个少年秃嘅东西，唔紧要，我哋有啡色嘅眼影，冇错，将呢一个咧秃秃地嘅位置咧，用 blend 扫咧就系 blend 开佢，咁到时影相睇落去块面都会细啲噶。由于想减少危害地球，所以我拍嗰日咧系冇喷 spray 嘅，所以你会见到头发好多毛毛会甩咗出嚟。如果大家咧嗰一日咧其实系可以用少少泥啦，甚至乎喷少少 spray 咧就可以固定翻，咁就会冇咁乱噶啦。希望大家都中意呢个超级简单。谢思燕妆啦。
诶，咁多位同学未完噶 ，Miss Tam 仲有少少 tips 想分享俾大家。Miss Tam 当年就系同啲同学仔一人一样化妆品供出嚟用，悭翻好多噶。Miss Tam 都知道是一生人一次，不过个妆都是最紧要够 clean， 如果唔系啲人就会以为你发癫。你都唔想一抽二捻，好似买餸咁去谢思燕噶，所以带少少嘢，一个碎粉再加一支唇膏笔补下妆就 OK 噶啦。第四，参考多啲唔同嘅 YouTube， 咁咪可以揾一个啱你嘅妆咯。最尾个 tips 就梗系要影多啲相啦。好啦 ，Miss Tam 可以教嘅就系咁多啦。希望每一位同学 grad 完个癫之后都前程似锦，每个人都可以揾到自己嘅目标，做到自己想做嘅嘢。OK，Goodbye class。